所以我快乐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，哎，对，哎，真的就是这个答案，快乐所以我快乐，所以我快乐 ，OK 啊，对，一、二、三，真的就是这个歌名了，七个。我是听王菲的版本，七个答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七个答对啊，扣35分，你快乐二十五，好，你也真的就是这个歌名了，对啊，二天王，太快，有什么话想说？哎呀，这个就毕业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好好唱台语歌好，不提。对，我的天蓝了，都没有这种。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给你点时间。好 ，OK， 你有文美，你可以改。可以干嘛？攻击？不是文美可以改的，对，可以，但是要改时间，要改时间，可以改出或者改物，改物。不要太粗了，可以。有这么长吗？对啊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。哎，对，真的就是这个答案，快乐所以我快乐，所以我快乐 ，OK 啊，对，一、二、三，真的就是这个歌名了，所以我快乐，七个。我是听王菲的，七个答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七个答对啊，扣35分，你快乐二十五，好，你也真的就是这个歌名了，对啊，二天王，太快。有什么话想说？哎呀，这个就毕业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好好唱台语歌好。应该是歌路的问题。对，有些歌路就是没有办法全面听得那么全面。对了，对了，啊，这一首歌你不会。不，我刚刚快乐，所以我刚知道这个副歌，但我不敢相信它是歌名。我头脑里面不要想太多。哪有动力火车？现在都是告五人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告五人折腾狗，还能折腾狗，赶快多弄一点表演。还在，还在，还在找镜头，分数还在，只剩15分，赶快表演。平云就旁边先坐了，小沙发。曾经还是我们的魔王，对，交接了，交接一下，对啦，人就这样嘛，对吧？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因为只要你快乐，我也就快乐；只要你 OK， 我也就 OK。这个八个，请出题。有翅膀的东西。好，三二一，亮答。有应该就是白鸽，白鸽鸟。你是偷看答案吧？倒倒，它是鸟。歌词有倒倒嘞。我刚听到歌词错是吧？只有两位答对啊！如果前奏的话，我就知道了。两位答对啊，扣10分而已。好，濒临那个淘汰的陈大天。哎，5分，你剩5分了，剩5分，加油！我已经躲这个通告躲了1年。终究还是我有一种松一口气，压力很大。好，各位，你们看到美国那个拳击协会有没有？比如说他是5届的卫冕冠军，他可以选择挑战者，所有人要挑战啊！一看在沙，我也找个冠燕，找冠燕来扁，这一边太强的，然后他就会在空中跟他喊话：“你这个懦夫啦，哎啦，他长个子不长胆子啦。”哦，那他们很适合去脱口秀哎！哦，对对对，我脱口秀是在4月20号。宣传过去的，我只是讲给现场的人听的。现在讲是过去的，讲过去哦。